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NVLM 频道，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伊秋水的演艺人生。咁今集开始咧，就同大家分享伊秋水拍摄过嘅电影。1936年，《神鞭侠》《新青年》。1937年，有《民族女英雄》《老婆皇帝》《万恶之夫》《大战之前夜》《斗气孤爷》。大义灭亲，回祖国去，离恨曲，恋爱博士，神秘之夜，天下为公，一生。跟住1938年嘅就有稻花风雨，风流债，豪华阔少，黑米养家姑，四子从军，红伶悲歌，民族之歌，八百壮士，柳文柴，败家仔，最后关头，孤儿行，喜相逢，飞将军，普天同庆，战士情花，同埋流民小姐。咁跟住就係1939年，1939年嘅演出有济公活佛、冤鬼复仇记、怨女望夫归、寒夜灭尸记、黑夜杀星、大地主、银海鸳鸯、合血英魂、最后的伴侣、香江花月夜、盖世女英雄、断红绫雁记、庄子侍妻、生骨大头菜、歌女白牡丹、七朵鲜玫瑰、摩登女招呼、春情烈火和第八天堂等等。咁跟住就是1940年了。在1940年，伊秋水的演出就有石鬼仔出世、小广东、从心所欲、银灯照玉人、偷渡虎狼关、天作之合、锦上添花。咁跟住就係1941年啦。1941年嘅演出有断肠花、流亡之歌、街头博士、合剑明珠、宝剑明珠、男人心、黑侠、捣乱乾坤、春归三凤、花好月圆、雪姑七友、喜事重重、燕双飞。咁跟住就係1943年。咁1943年就只係因为战事嘅关系，咁就只係拍过一套片啫。咁呢套就係《痴儿女》。咁跟住1944年係冇出品嘅。1945年就係拍过《大地儿女》。1946年亦都係一套出品，就係《大雷雨》。跟住就係1947年啦。咁1947年就演出包括有《火树银花》、
第一号战犯、铁胆、白头情侣、兄本佳人、豪门春色、龙本多情、天赐良缘、生财有道、新白金龙、恨所情留、小夫妻、沙三少与忍者、严师记、明日又天涯、洒泪相思地、辣手蛇心、鬼马歌王昂口爷、月圆人未圆、神妻无数。咁跟住啦，就系1948年啦。咁1948年嘅演出就有《天花龙凤》《富贵浮云》《三剑侠》《欢天喜地》《四大天王》《色欲莲香》《武松大闹狮子楼》《冷月照狼归》《蝴蝶夫人》《我若为王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广东先生大破谋人子》《妙想天开》《吉人天相》《醋海鸳鸯》查理与小孩子、仙童玉女、癫鸾倒凤、恨海情冤、一日夫妻百日恩、万绿丛中一点红、飞金刚大战牛魔王、恩怨在今宵、终须有日龙穿凤、接财神、四凤齐飞、地底迷宫、两个胭精扫长堤、凡龙彩凤、同是天涯沦落人、神秘妇人心、蝙蝠大道、真假新郎、断肠跳楼人、二龙争珠、十艳恋弹郎、步步高升、太太万岁、几度春风、花月良宵、黑侠与李青眉、千里姻缘、百子千孙、贤妻荡妇、妙手偷香和游凤戏龙等等。好，今日分享伊秋水的演艺人生，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偷休息先。喜欢这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RN 与 RM 频道。下一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伊秋水演出过的作品。好，拜拜。